各位乡亲士大哈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乐冈镇长吴正安啊，伫遮啊，伫这过年期间吼，正安来祝福咱在座所有啊，咱这个乡亲士大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啊，这个合家平安啊，过新年，和大家大赚钱啊，伫遮嘛要邀请啊，咱这乡亲士大伫过年期间会去过来咱乐冈这边行村。来鹿港这个所在啊，甲别个所在是非常无同款的。因为鹿港啊，伊有古迹，鹿港有这个文化，啊，佮鹿港的这个啊历史建筑啦吼，啊，这个古迹寺庙非常非常的多。啊嘛，邀请各位来咱鹿港吼，来这寺庙拜拜，互你一年甲啊一年通天吼，总会当啊你过了非常的平安顺时安尼吼。啊，伫鹿港的所在吼，最主要就是讲鹿港的小食非常非常的有名。啊，借着这个机会吼，会使来鹿港佚佗，来鹿港食小食，啊，来鹿港感受到无同款的一个过年的这个气氛。我相信会让你得到非常非常这个好的这个感觉吼。因为鹿港这个所在非常非常的水。啊，今天在此祝福咱在座所有咱在乡亲士大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啊，过新年，让大家大赚钱，恭喜恭喜！今天是除夕夜吼，咱鹿港啊非常非常的热闹。啊，鹿港的寺庙吼，伫今仔日有真多真多人吼，都会过来鹿港这边拜拜。那么咱鹿港吼啊，这个文武庙啊，这个所在吼，咱伫10:30啊，有一个这个开箱仪式吼。啊，咱有这个公所有传真济红包，要来送给咱所有咱遮好朋友吼。啊，咱这个红包啊，一个100块。啊，然后迄、这个100块，这礼券啊，而且吼，这礼券吼无真济吼，超200个尔。啊，请咱所有好朋友今仔日啊，伫这个除夕的暗时啊吼，10:30进前啊，到咱这个啊鹿港的文武庙。那文武庙这是3级古迹吼，会使讲伫咱鹿港当中非常非常水的一个所在吼。要请各位在咱鹿港啊文武庙啊，不但是安尼吼，今仔日鹿港包括天后宫啊、鹿港的这个福安宫，以及鹿港有真侪庙宇，将伫11:15要来开头香吼。啊，希望咱所有的咱遮啊全国好朋友吼，拼来鹿港吼，啊来这沾沾喜气，和有这个过年的这个气氛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啊，咱鹿港伫这个今年的这个春节的期间吼，办了非常非常侪活动。都拄仔我咧讲的这个咱鹿港文武庙吼，咱伫初甲初八这中间吼，啊，咱办的活动吼，有这个街头艺人、乐团表演、国乐表演，啊，嘛有一挂这个啊舞蹈吼，参这个将军秀，会使讲非常非常的热烈。嘛，请咱所有咱遮全国好朋友吼，啊，过年时啊吼，来鹿港佚佗的时阵，一定爱来咱这个文武庙，啊，来感受着咱鹿港的这个文化的气息。啊，伫这中间吼，咱坐甲坐别这中间伫咱文武庙吼，啊，总有发放这个福袋。那么一天吼发放300个，那么300个其中吼还够30个吼，啊，有这个金额较悬的吼，啊，所以希望咱各位乡亲士大来鹿港佚佗。的时阵吼，嘛爱来文武庙行行咧，啊，过来鹿港是一个文化古都，啊，我相信吼，咱所谓咱只听众朋友拢知，啊，鹿一府二鹿三万个，住在鹿港就是一个真有名的一个啊乡镇吼，啊，鹿港吼是干啊一个啊开放式的一个这个博物馆，因为鹿港的这个啊历史建筑，鹿港的这个古迹，尤其鹿港这个寺庙非常非常的多，最主要是鹿港这边的小食。非常非常的多，不但多吼，还佫非常的便宜吼。那所以，这个过年时吼，一定要来鹿港行村，来体验到咱鹿港的这个文化之美，来吃鹿港上佳好食这个小吃。啊，伫遮啊，真愿邀请所有咱遮好朋友，伫过年的期间来鹿港佚佗，来感受鹿港的文化之美。